前有一个很火的游戏叫八番出口嘛，我也玩了。这个游戏呢叫做人番出口，这个游戏跟那个八番出口很像，他把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恐怖的地方都换成了梗。接下来我们先开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这屏幕上有点不一样啊？这屏幕上方这我看到了一位故人的身影。算了，不管这么多了，先开始游戏啊。然后玩法应该还是跟我们之前一样吧，我觉得。现在我们开始了啊。我现在就是说找不同，先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大叔。出口八，哦，真有大叔，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我们先把这个地形记一下，然后再来找不同哦。这个游戏的主角是坤坤吗？不是坤坤，坤坤只是其中一环，是我们 play 中的一环。大家觉得有问题吗？这不是大叔啊，这感觉。这是什么？这大叔你哦，他倒是挺耿直的，走到这边去。这是什么呢？坤坤，这是小坤啊。这个是学友哥，压席了你。我不吃牛肉是这个吗？那这是什么？我不吃牛肉，这是牛肉金克拉。我突然想起了很早以前我在 A 站和 B 站看金克拉鬼畜的时候。哇，这个还是挺熟悉的，华强哥。这个图是最没梗的吧，感觉。三个门啊，先记一下，我们先记一下。三个门，前面是 L， 这边是 R。 哎，大叔你有毒吧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好，我们现在应该没问题了，我觉得啊，记好了，安全带也记好了，现在开跑。 R LO L， 这是零啊，这不是 O， 这是零。这个呢？先看大叔，大叔有没有问题？这边有问题吗？大叔没问题吧？金克拉，感觉好像没问题啊。看大叔怎么说，感觉变小了。那这边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相信我，好吧，没问题。你看，果然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先看大叔图片，哎，图片有问题。我记得这边之前是那个古天乐，怎么变成那个老板了？有问题，往回走。二到二了，哎，这个 R 是这里吗？这个我总觉得不对啊。这个 R 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刚才那个地方的 R， 感觉这边又没问题了。不吃牛肉。大叔没问题，对啊，之前的那个地方应该是 L 对吧？那我难道走错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边没问题啊，这边没问题。三，对，看来对了，对了，是对的。这边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哎，我房里留下了什么？杰哥，杰哥，卢本伟广场，我还没注意到呢。杰哥有问题啊！杰哥把冰冰拖到房间里面去了，太可怕了，这个。杰哥很危险啊，有问题。不要了，杰哥。哦，小黑子有问题啊，这次
小黑子这个头像变了，是把阿伟带进去了吗？哦，冰冰是很逊，阿伟才是杰哥最爱。篮球，我怎么感觉刚才过来的时候这边他变了一下呀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吗？这边没问题吧，应该没问题。天花板，哎，哦，天花板，我说天花板有问题啊，这个。天花板有问题，回去吧。第六关了啊，我们八号出口马上都到了。天花板有问题，哎，大叔，这大叔跑过来的，我靠，有问题，真的。他平时都是走的，这次靠跑的，有问题。他能跑到哪儿啊？我想问一下，跑哪儿来？跑过来吗？哦，他还是跑到那儿就停了。第七关了，第七关，大叔怎么说？大叔没问题，照片有问题吗？大叔没问题吧？这边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面条少了一根，谁会注意那种东西？冲！第八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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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我过来的时候门是关了吗？这个算不算有问题啊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？感觉像没问题，画变大了，不会的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这边绝对没问题，画变大了，没变大，你放心，绝对不可能变大。画变大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好吧，我相信你们，大家都说回头是吧？大家都说回头啊，真的变大了。你看吧，观众有问题，主播没问题，只能说观众有问题啊。行，没关系。哎，不对啊，今天这大哥他怎么喜欢看我呀？那肯定有问题。来，有问题啊，这个大哥话没大，你们肯定在乱说，我知道。压死啊你，压死啊你，怎么还有鱼啊？我这还没走过来，让我压死，那算了，我回去啊，这谁受得了，还没过来就让我压死。傅文佩，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有本事抢男人，怎么没本事开门呢？我咋开门啊？这个我能开门吗？傅文佩，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我开不了门，这个雪姨没问题。不是，这小孩撒尿飙他一脸来。哎呦，这大叔你怎么走过去就没事儿啊？受不了啊，直接尿出来，没问题。灯吗？哦，灯歪了，对，他这个游戏异常太明显了。卖瓜的怎么卖瓜的人变了。好，第五关了啊。好，现在呢有哪些异常吗？没问题，我只能说没问题啊。不对啊，有问题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门开了，门我没看到啊。牛肉，牛肉是这样的呀，
字母吗？字母这是 L。画的位置变了，金克拉，金克拉没问题啊。哦，这个有问题是吧？哦，这个海报可能有问题。R 没有了吗？哎？哦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刚才还是零，怎么又变成六了？这不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这游戏肯定没做好啊，还有 bug 啊。那这个压死了，这个还是这个呀，这么大啊？那我只能说刚才这个 bug 救了我一命啊，让我体验到了起死回生的感觉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Yes。没问题，七了已经。好，最后一关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，我要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因为我自己的判断是最准的。你看，我明明吃牛肉的变成葱花了，有问题。直接跑。第八了，没问题。最后一个有没有问题？大叔有问题吗？门把手，第二个门，对，门把手有问题，我没注意过这个门把手，呵呵，看一眼啊，看一眼，应该没问题。哦耶，出来了，这就是出口了。好了，那就通关了这个游戏，这个人贩出口我们就玩到这里，好吧。